我们邀请中华民国健美协会国际裁判，也是我们的副秘书长叶聪俊，叶副秘书长与国际裁判独家。我们是不是在请我们那个审判长陈能通审判长再来一次，帮我们颁奖？ 名次宣布，第六名台湾体育运动大学17号郑仲志选手，第五名台湾海北海洋技术学院50号林哲璇选手，第四名台湾海洋大学58号张宏宪选手。 第三名是南台科技大学60号李宏成选手，接下来是第二名的宣布，第二名是隔壁号啊，刘俊廷，元培医事科技大学，第一名是嘉义大学的73号陈宇之选手，恭喜。 首先，请审判长帮我们颁前六名的奖状。第五名是台北海洋技术学院林哲璇。 第四名，第一名嘉义大学的陈平之选手。接下来我们请副秘书长叶聪信国际裁判颁发前三名的奖牌。第三名60号李宏成。 第二名72号刘俊廷，第一名73号陈品之，恭喜！恭喜六位选手，邀请两位颁奖贵宾与六位选手一起，我们手牵手，手举高，来保持一个最佳的一个姿势。 好，恭喜各位，感谢两位颁奖贵宾，是否我们再给予一次热烈的掌声，恭喜他们六位。两位颁奖贵宾稍后啊，我们还有两集。